九號三分撞嘅零座。系咪得一个零？系啊，得一个。咁应该系。诶，四廿二两分入，黑色。哇！五十两分炒四廿二角，黑色。三一两分撞十七座。喷火啊！我。十號犯規，白色。白色十號兩犯。佢唔係都係五人戰隊咩？黑色係啊，咁應該馬玲啱。即係佢係冇 number 啦嘅。係啊，佢係啊。OK。誒，九號三分拆誒中啊，四二助攻，第二球。都係擎吞咗個飯。我開始咗個手機就上嚟啦。我買糖嘅中收。哦，五三分炒三十一 D。我六點九先喺黃金萬炒。揾到佢。三十六兩分炒，黑色孖零 D。四二三分炒無板。講到啊，答。搭九已經過到嚟啦，叫上嚟啊！搭唔係我搭九已經嚟到，十五三分炒過埋，一個中位。係啊，我可以估執到一個蛋，好快。我中咗。誒係翻幾號？九至六，有時候。五兩分炒五十五十 D 啊！睇佢偏咯，九至十個鐘右。零號犯，即係孖零犯規，黑色。我媽真係偏到十一個鐘係真㗎。十一個鐘。我同事，如果你即係嗰啲再大粒少少，或者翻耐少少咧，有三十六兩分。或者翻耐少少嘅翻單咧，佢仲係對數對唔掂數咧，可能隨時扣分，唔係隨時係翻超十半。夜晚凌晨兩點，朝十半到凌晨兩點，係啊，因為佢對唔啱數，本身係收十定收十，總之搞到差啦。之後五十公板加個兩分炒，黑色五五 B， 白色三一三六啊，三六犯規。有信息，食緊甜品啊！謝謝你。四二兩分炒，三十六 D， 十五兩分入，七助攻，兩邊都打得好快。九號三分炒，三十一 D 啊！三六兩分炒，三一公板兩分。但埋數係做啲咩啊？有咩賣？餐廳去買買嘢啊！哦，都要拎嘅，啲做一定都賺到。唔犯規。
深色對飯三次，五十五號兩份。三分炒十五澳，一號三分炒十七 D 嘅白色。兩分炒白色十七哦D 啊，白色三一兩分入，好多喺中間咁。嗌咗，白色係啊，白色要個探啊。五三分炒黑色。之後白色五十防板，白色十七兩分炒，之後黑色孖五 D 啊，四二兩分入，孖五助攻，孖低先。兩分炒白色十九 D 啊，七毫透過三十，三十秒。四二三分中啊，七號助攻，深色七號犯規，深色對犯門，一陣嘅啫，食㗎咋？嚇，食真係㗎？係啊，所以你個唔使企啊。三十一兩發啊，白色，犀利！仲一，一萬。